2021年 Freeliner Cascadia。这个保险丝呢，大家可以看得见，这个保险丝是断的，中间黑了，这个地方中间是黑色的，断掉了。Freeliner， 2017年的车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盒子，需要把这个螺丝呢拧开，拧开拔起来这个盒子，不是这个盒子，不是这个盒子。是这个盒子，这个保险丝断了呢，换的是哪一个呢？换的是这一个，这个绿色的，这一个。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说，晚上开车的时候呢，箱子的尾灯呢，它不亮了，但是呢 ，emergency light 呢和 signal left turn and right turn 的 line 呢，它是亮的，但是就是夜行灯的时候呢，这个灯不亮了。夜行的时候，这个灯不亮了，两边的，还有上面的。换掉这个保险丝，之前说过的，记着要准备一个尖嘴的钳子，要不然拔不出来的。可以在车上预先备上一盒保险丝，就像这个盒子。备上一盒保险丝，然后呢，记得准备一个尖嘴的钳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第一期视频修车换箱子的灯，要不然警察会抓到你开罚单的。